3CE 嘅一印就好显色，而 YSL 嘅系最浅最淡嘅。因为 YSL 显色度本来就好低，所以印就之后亦都冇甩太多颜色。Clinique 嘅显色度虽然高，但轻印之后都唔会甩太多颜色，所以系最持久嘅。Dior 嘅粉质最细，所以系最飞粉，而其余三款表现就差唔多啦。YSL 系四款里面最自然嘅，因为显色度低，所以可以慢慢咁样堆叠，好适合新手使用。YSL 呢一款咧嘅上色度比较低啦，所以咧佢嘅妆感咧亦都比较自然，而且佢附送嘅数咧亦都比较大啦，可以好轻松咁样均匀搽上面。而 3CE 呢一款咧系四款里面咧最抵买嘅，虽然咧佢有少少飞粉啦，但系佢嘅上色度好好，而且粉质都好幼细，唯独咧就系冇附送一个数。至于 Clinique 呢一款咧，佢嘅 pattern 好清晰啦，而且咧扫都唔会扫走到佢嘅图案嘅。不过咧，佢上咗面嘅颜色同望落嘅颜色就有少少差别嘅。Dior 呢款好上色，而且佢嘅粉质好细致，可以好均匀咁样搽上面。但系佢系四款里面最飞粉嘅，而且佢送嘅数咧亦都比较细，但系咧佢送嘅数毛质都系柔软。